那原则上我们的分区办公是利用现有的资源的设备来做处理哈。那现在目前我们规划是在我们的第一会议室、第二会议室，还有我们的电脑教室，然后我们在社武馆的五楼跟大礼堂，还有我们的水资源回收中心，还有那个延民文化馆。那这部分，那原则上我们会把我们县府的各局处抽调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力，分在这个五个地点上班。那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建制完成，那我们的陆续在做完成规划。原则上我们人员就尽量不要流动。那比如说我们要求同仁以电话联系或 LINE 联系，用现在的那个社群媒体来做有些公务上的传递的工作。那原则上我们公务的传递就是由我们专案，比如说公友啊，他们来执行这个工作。哎，对。真的。